近来嫩模们扎堆派送信跟写真抢地盘，女神们也是加足马力纷纷推出唱片。继安心啊陈妍希之后，林采缇也将于八月发行个人首张专辑《女帝诏约》。7月22日，林采缇选在生日当天开跑预售。比起陈妍希的舒静安心雅的可爱，林采缇则是性感十足，一身白色低胸短裙让33D巨乳呼之欲出。唱跳风格的林采缇自认与陈妍希走不同路线，况且发片都晚于其他女神，谦虚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。我觉得我跟他们都还蛮风格上都还蛮不一样的，而且我觉得因为我的起步已经比大家晚，就是我算是出作品是比大家晚出作品，所以我也会希望说可以跟他们那些已经出作品的女神们，就也希望可以跟他们看齐。乍一看，女神发片潮来势凶猛，定睛一瞧，个个谦虚内敛，远不及嫩模们那硝烟弥漫的战场。